念才是长相思真正的大女主吧，这高燃的成长线谁看了不说一句带感。我是喜欢苍玄，但我也是父王的女儿，浩灵的王姬，我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舍弃自己的家族和百姓。阿念是浩灵名副其实的王姬，但她的身份却不如小妖高贵。她的母亲是西陵恒的替身，她在苍玄心中也就成为了代替小妖的存在。其实刚开始的阿念一点儿也不讨喜，在清水镇的时候，阿念总是说小六是刁民，还故意折辱老木，让他在地上打滚讨他欢心，这简直就是把公主病体现到了淋漓尽致。不仅如此，在小妖刚回到浩灵时，阿念接受不了小妖的存在，所以不仅故意折磨小妖，还弄坏小妖的礼服，甚至和相柳联起手来教训小妖。这个时候的阿念觉得是小妖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爱，觉得父王和哥哥所有的爱都是属于他的，可现在却要分一半给小妖，所以阿念处处针对小妖。不过经过倾听茉莉和淘淘乌龙的一场大战后，小妖用以暴制暴的手段征服了这个小魔王。之后的阿念也在一步步成长，小妖得知防风意愿怀孕时悲痛到吐血，阿念还在一旁小心翼翼的关心，由此可见他们姐妹之间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亲密。这个时期的阿念真的很讨喜，因为嘴甜所以老少通吃，就连小妖一直搞不定的外爷也被阿念三两句话哄得服服帖帖。如果他不喜欢苍玄，应该会成为最快乐的女孩子。不过哪怕他再喜欢苍玄，看到他娶妻他也会乖乖听话。得知苍玄攻打浩灵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爱情，而是选择了家国大义，替父出征。这个过程中，阿念的内心经历了巨大的煎熬，但他的眼神却坚定而决绝。如果要我在他和父王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父王。如果要在浩灵百姓和他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浩灵百姓。这才是观众想看的大女主啊，以前那个连衣裙脏了都受不了的小女孩，现在却要身披战甲征战沙场。再爱又怎么样，首先她是王姬，她是浩灵王的女儿。当然这场战争没有持续太久，一切其实都是浩灵王的计谋，他用整个浩灵国作为嫁妆，让她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苍玄，和仙月平起平坐。阿念也慢慢地接受了苍玄不能只有一个女人的事实，收敛起了吃醋的性子，学着大度。刚开始阿念和仙月还是不对付，但在小妖的劝说下，阿念主动退让了一步，去了武神山。虽然都是苍玄的王后，但一个在紫金顶，一个在武神山，这对于阿念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长相思小妖明明有两套婚服，为何海报上偏偏选了嫁给赤水风龙这套官宣？长相思大婚海报一年了还有解不开的谜题。小妖有两套大婚婚服，一次是嫁给赤水风龙穿的，一次是嫁给涂山璟穿的，可在官方海报宣传上却选择了嫁给风龙这套，而没有选官配，景宝哭晕在厕所，这到底是为啥子？其实这里面暗藏了他们各自的结局。选这几套婚服做海报，是因为这是他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小妖嫁给风龙，那是世纪婚礼，四海八荒万人瞩目，可却成了一场闹剧。防风被当众抢亲，小妖跟着逃婚。这事之后，防风被死了，小妖名声尽毁，风龙最终也战死了。可以说，一场婚礼把五个人送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才是选这套婚服的重点。猫腻味甚浓啊！另外四位男嘉宾的婚服里也都藏着大量的细节，除了涂山璟的礼衣是红色外，其余人全是白色，这代表着他才是命定官配，是陪着小妖走到最后的人。同时他们五个人的表情都非常凝重，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这波以喜乐掩盖悲伤真的绝。风龙离小妖最远，虽有大婚但难成，苍玄虽说心爱小妖但更爱黄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最有讲究的必须得是相柳这套了。婚服配白腰带奇怪不？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婚服，而是一件血衣。宝宝蛇从来不敢穿红色，他从奴隶场逃出来一路跑到了极北之地，只有白色才是他的保护色，这个习惯跟随了他一生。相柳战死是他的宿命，万箭穿心，血染红了白袍，腰间的白是用来祭奠战友的，这份情永远在他心里。无以心血染嫁衣，只为梦里娶佳人。另外相柳战死还不是全剧最刀的地方，他赴死前一天用扶桑神木雕刻了大肚娃娃，耗费大量灵力把冰晶球埋在了木雕里，又将两半的木雕合而为一，如此费时费力只为给小妖做个暖手宝，送礼都是匿名的。哎妈，真的哭死。细思极恐，长相思涂山奶奶为何宁愿顶着得罪帝王的风险也不接纳小妖进门？涂山璟一直爱慕小妖，可涂山老夫人却死命不想让这个孙媳妇进门，还时常抱怨小狐狸长了恋爱脑。那他这个不是恋爱脑的老狐狸到底打了什么算盘？首先一点，他介意的是小妖的身份，自从小妖做回浩灵王姬之后就一直跟着苍玄奔走，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朝堂势力中支持表哥，政治纷争诡谲云涌，势力单薄的他们根本无法与五王七王相争，即便有了更多盟友加入，老夫人也不愿涂山家冒险。如果景娶了小妖，就代表涂山氏站在了苍玄一派，势必就会得罪另外一方，倘若将来苍玄败了，五王七王尚未得了天下，这要是秋后算总账，涂山氏岌岌可危。对于涂山家来说，做生意才是重要，但有银子了还得有命花，即便涂山家是大荒首富也干不过人家一纸皇命，这个队站不起啊。
其次，为了涂山氏的声誉，他不能再接受小妖。早在景认识小妖之前，就已经和防风氏的姑娘异应有了婚约。在他失踪后，防风异应更是以涂山景魏王人的身份进了涂山氏的门，一心侍奉老夫人，从无差错。这事儿也算是人尽皆知，重信守诺是商人立根之本，涂山老夫人不能背信弃义。最后一点更为致命，同样都是孙媳妇的人选，小妖虽有女主光环，但并不符合族长夫人的人设，这点防风异应完胜。涂山氏世代经商，族长负责交际应酬，族长夫人自然就得在旁辅佐。在涂山老夫人看来，族长夫人不仅要学识渊博，还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小妖从小在外飘荡，早就养成了散漫的性子，虽说现在成了王姬，身份尊贵，但到底没有其他名媛那样的家教，规格礼仪才能认知上都略有欠缺，这也是涂山老夫人最看不上的。只能说景宝娶妻路漫漫，可劲追吧。甄嬛传塑料母子的顶级拉扯，红利的四次试探才是最瘆人的。甄嬛回宫后，四旦被皇上记在了他的名下。别看一上来母慈子孝的样子，一个不是野孩子了，一个不是野额娘了，但红利也不是什么好鸟。后期他对甄嬛的四次试探，才是甄嬛送走亲生儿子的重要因素。四旦从小就是个心机 boy， 别看他出身不好，不受四大爷重视，但疑神疑鬼这个劲儿啊，真是遗传了个十成十。自从甄嬛生了双生子，四大爷又宠老六，他就坐不住了。他每次都是用最单纯的笑容试探嬛嬛。他第一次试探嬛嬛，先是说三阿哥是长子，会不会继承大统？甄嬛说不知道，他立马就说六弟是嬛嬛亲生，嬛阿玛也最喜欢。还说什么要是六弟继承大统他就高兴了，甄嬛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心思，于是赶紧说天子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六旦还小，自己也不想让他当皇帝，意在告诉鸿雁不会对他产生威胁。于是半信半疑的小四先对老三出手了。第二次是四旦封了宝亲王后又来试探嬛嬛，说什么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甄嬛直接给了他一颗定心丸，说希望鸿雁的亲王由小四来封。第三次嬛嬛腿伤之后带着六阿哥来看他，甄嬛无意间一句想让六阿哥像他一样有出息，再次被小四怀疑上了，紧接着就是一波茶言茶语的试探。好在甄嬛脑子时时在线，红颜和林夕还年幼，额娘的指望都在你身上。这时候的甄嬛是失望的吧，天家无亲情，小四到底是成了第二个老四。而红利坐上皇位后的最后一次试探，才真正展现了什么是聪明人之间的高效率沟通。二四族郑伯克段于鄢，见郑国之祸，皆因姜氏宠爱幼子苛待长子而起，亲子尚且如此，若是养子又该如何。他借一出郑伯克段于鄢，用姜氏宠爱幼子苛待长子引发郑国内乱的典故试探甄嬛。嬛嬛自然明白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是逼着他过继亲儿子呢。幸好他从未想让六阿哥当皇上，借此机会能让儿子认祖归宗，重回果亲王一脉，也是他一直期望的时机。如果这时候的嬛嬛没有顺着红利的话往下说，那么小四就会老四附体，果亲王是您亲弟弟。当日朕与皇额娘决定争皇位的事，连老十四都算上，朕早就忘了朕还有什么弟弟。这是嬛嬛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即便日后她的亲儿子不能再喊她额娘，也不得不给人送走啊。一句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到底是成了嬛嬛一生的牵绊。哭不出来别硬嚎，长相思二短短两分钟预告就已经被杨紫的哭戏刀麻了。长相思整部剧就是杨紫哭戏大赏吧，这个短短两分钟的预告展现了杨紫不同层次的哭戏，真没想到杨紫的隐忍式哭戏也这么绝。第一场是小妖得知景的死讯时，妖景经历重重困难，终于解开了彼此的误会，修得圆满结局，但是在结婚前夕却得知景在清水镇遇害了。穿着嫁衣的小妖抬眸对上苍玄的眼神，我的心都颤了。苍玄的心中是权谋和天下，小妖想要的却只有一个涂山景，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执念。当他发现杀害景的人是苍玄时，这段爆发式的哭戏更绝。本来以为苍玄的疯批求爱就已经够刺激了，没想到杨子的反应也这么有感染力，将痛失所爱的无助和被至亲之人背叛的愤怒演绎到了极致。他的刀对着苍玄，手却在颤抖。小妖一直以来最信任的就是苍玄，却没想到背叛他伤害他最深的也是苍玄，我真的狠狠共情。除此之外，第一季中的名场面也很多。刚开始小妖以为自己被抛弃，独自流浪了几百年，当父亲和哥哥找到他的时候，他想要靠近又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一直故作冷漠轻松。可是当他在武神山看到了酷似母亲的静安王妃时，才终于忍不住了，拼命想要扑到他面前问问他为什么不要自己。尽管嘴巴里被塞了鞋子，说话也呜呜咽咽的，但那种情绪没办法不让人共情。还有苍玄遇刺的情节，在意识到危险就在周围的时候，小妖就奋力挡在哥哥身边，不惜用性命护住最重要的亲人。这一段在拍摄的时候甚至比正片中的还要动人心弦。如今
据说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因为杨紫和张晚意的声音太大，横店整条街的电动车都被吵到报警了，也是因此他俩喜提电动车兄妹的称号。拍完这场戏后，两个人都快晕过去了，喘不上气来，休息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从出道以来，杨紫的哭戏就从来没有拉垮过，在很多的经典作品中都贡献过教科书式的哭戏，这次的长相思何尝不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次汇报演出呢？风龙大婚，所有人都得偿所愿，只有小妖名声扫地，这哪是大女主，分明是虐女主。千呼万唤始出来，长相思第二季终于来了。这一季的第一个名场面就是妖风大婚，风龙虽然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却成为了第一个和小妖结婚的男人，终究还是被他夺得了先机。只不过这一次的大婚终究没有完成，在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化身防风被的相柳将小妖带走了。这一幕看起来非常帅，但其实相柳是受涂山璟所托才来抢婚的。景看出了小妖的不情愿，以37年粮草为代价让相柳去抢婚，但是景原本是想让相柳在婚前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把人带走，相柳却偏偏用最高调的形式在婚礼上当天抢婚，这样一来小妖彻底颜面扫地，成为了全大荒的笑柄，这几个男主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首先是苍玄，在听到小妖从婚礼上跑了这个消息的时候，苍玄就忍不住嘴角的笑意了，还说跑得好就该跑。苍玄本来就不想让小妖结婚，只不过为了一统大荒需要赤水家的扶持，所以才勉强答应风龙的求娶，如今小妖自己从婚礼上跑了，正好合了他的心意。对于赤水风龙来说，虽然新娘子在婚礼当天悔婚让他没了面子，但是面子到底不能当饭吃。在风龙的心中，男儿当建功立业，对于男女情爱其实没什么执念，而且他和苍玄本来就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后来苍玄对他心有愧疚，补偿了很多好玩意儿，还扶持他坐稳了赤水族长。对于相柳来说，37年粮草是刚需，如果没有这些粮草，陈荣士兵要饿死不少人，而他之所以以防风备的名义这么大张旗鼓的抢婚，也是为了断掉小妖的念想，吾爱一身轻，以后也能毫无负担的赴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相柳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对于景就更不必说了，他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他的初衷是希望小妖能不被勉强，但是在这之后小妖主动去清秀找他解开误会，两个人和好如初，景才是抢婚局之后的最大赢家，只有小妖名声扫地，成了全大荒的笑柄。而且这一次逃婚还成为了风龙和新月后期要杀他的一个诱因，小妖还差点因此而死，这哪是大女主呀，真给我刀麻麻。终于知道横店下雪的威力了，2011年的一场大雪造就了3大暴剧，解了郑小龙的燃眉之急。偏偏轩上一世死得那么惨，死前脑子里的走马灯最后一个画面却是新春放烟花时李荣害羞踮起脚吻上了他的脸，谁家的男主这么纯爱呀，都说横店下雪出暴剧，这回终于轮到我们赌花年了。在这之前，横店最出名的一场雪就是2011年的这一场鹅毛大雪，懂事的雪总是在最合适的时间下，这场雪直接解了郑小龙的燃眉之急。当时《甄嬛传》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了，郑小龙导演正愁着呢，横店迟迟不下雪，偏偏剧本里很多场景都要用到雪，没有雪就没法拍，本来剧组经费就紧张，天公还不作美，没想到第二天醒来横店就一片银州素裹，一场鹅毛大雪已经下了半晚上。这一天先是《还珠格格》剧组开拍，小燕子和紫薇起了个大早，雪地里还一个脚印都没有，红墙白瓦之中小燕子和紫薇都穿上了红衣服，一个打着油纸伞，一个扛着长木棍，一动一静留下了两串长长的脚印。步步惊心剧组的李国立也不想错过这场大雪，若曦刚入王府正是迷茫的时候，他想要改变历史却无能为力，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此时窗外下起了雪，他走到长廊下伸手接住一片雪花，晶莹剔透却柔弱易逝，完全是自己的写照。当然最经典的这场红梅舞也是在同一天拍的，最不容忽视的就是《甄嬛传》的雪景了。除夕夜的倚梅园，嬛嬛与四郎的第一次不期而遇，当他许下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的愿望，命运的齿轮也开始发生转动。那时候的甄嬛还没有经历后宫的残酷，青涩纯真的模样加上冰雪点缀的梅花，真正是如花似玉的美娇娘。春元故意之后，甄嬛心灰意冷，自请去甘露寺修行，可是在甘露寺却被各种折磨羞辱，甚至最后被赶去了凌云峰，此时是果子狸的全剧高光，如果不是他伸出援手，甄嬛恐怕是危在旦夕。一场大雪造就了3部暴剧，横店的雪果然威力够大，等待10年女二变女主，万万没想到杨紫和长相思的缘分竟然这么深。原来早在10年前，长相思剧组就已经向杨紫抛出橄榄枝了，只不过当时并不是让她演女主小妖，而是演阿念。那时候呢，杨紫年纪不大，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爆火，能接到这种大 IP 改编的影视剧剧本当然是非常的激动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竟然前前后后拖了快10年才拍完播出。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版权和出品公司的不断变更，长相思的作者是桐华，2010年桐华加入梦幻星声源公司，2011年桐华的小说改编影视剧步步惊心一开播就火爆荧屏，直至今日也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而他的作者桐华呢也因此在圈内名声大噪。本着趁热打铁的原则，桐华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开始涉足影视圈。
2013年童话的神话故事《山珍海记》系列第二部《长相思》不仅成功出书，还进行了电视剧备案。此时《长相思》版权在梦幻新生源手上，然而到了2015年，梦幻新生源公司的股份被华为收购了，成为其子公司。那么宝子们知道为什么网上会传出将会由迪丽热巴出演《长相思》的女主吗？那是因为在2017年梦幻新生源的新片发布会上公布了童话两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项目，其中一部呢就是《长相思》。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部剧是由梦幻新生源和嘉祥传媒联合出品的，嘉祥既然参与了出品，自然要捧一捧自家艺人了。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之后会传出由他们公司的艺人迪丽热巴出演女主了。当然不仅是迪丽热巴，赵丽颖、杨颖等人都曾是网传女主，可传来传去都没有官宣，项目呢也一直停滞不前。直到2019年星联影视成立，其主要组成人员呢就是梦幻新生源的高管，兜兜转转最后鹅厂拿到了版权，达成了合作。就这样星联影视和鹅厂成了长相思的联合出品方。作为亲妈编剧，童华无疑是最了解每个人物的人，所以他这次直接亲定由杨紫出演女主小妖，一部相令就让观众们见识到了杨紫的演技，所以这次出演长相思大家也是期待满满。果然杨紫直打巅峰局，电视剧刚开播就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可以说是杨紫赋予了小妖新的生命，从女儿阿念到女主小妖，这是什么该死的缘分。长相思的四位男演员，你们的福气在后头，家人们谁懂啊，今年终于不用再被古装丑男荼毒了。长相思导演多少是有点子选角牛逼症在身上的，首先是亲妈编剧钦定的男主苍玄，这个角色由张晚意来演再合适不过了，毕竟原著中的苍玄性格沉稳坚韧智慧，一生都在多疑猜忌的王权阴谋里，是个心思深沉的权谋事业批。而张晚意本身就长得很正派，扮上古装之后就更加贵气了，一脸的帝王之相，他演起戏来真的是超级有氛围感和故事感，我不信有人没有为觉醒年代里的陈延年流过眼泪啊，到底是谁在说他苦啊，这可是能扛住央视正剧镜头的人啊。在长相思里他和杨紫呢也算得上是棋逢对手了。我喜欢你，要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横店电动车兄妹那可不是白叫的，据说你们在剧组因为台词爆发力太强，然后喊的隔壁组电动车都响了啊。是是是，因为我们组特别大，从那个山上到下面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那天一喊完的时候底下电话都响。作为小月的官配涂山璟，邓为在颜值这方面还是非常拿得出手的，翩翩公子温润如玉，眉目如画，就他这张脸演男狐狸精谁不迷糊呀。在小妖面前是害羞纯情的小狐狸，各种柔弱不能自理，尤其是被抱住之后的那个心机的笑容，这不妥妥身娇体弱一踢倒的男狐狸精吗？但当小妖遇到危险，气场瞬间 A 起来了，这反差谁敢不爱。邓为真的让涂山璟从书里走出来了，本以为涂山璟就已经够绝的了，谁知道还有一个更绝的相柳。谭健次所饰演的相柳面具白发，深情魅惑，清冷感扑面而来，一整个杀疯了呀。可惜啊，哪怕他有九条命也难逃一死，最虐的是他的九条命没有一条是留给自己的，这不就是什么都好就是不会好好活着的白月光吗？天哪天哪，已经开始意难平了。据说剧组曾找杨洋演这个角色，但是被拒绝了，咱就是说呀，一整个松了一口气呀。最后上线有点晚的赤水风龙，还有人不知道他是2019年军训帅到200多万人点赞的红衣同学吗？好家伙呀，还没上线就已经被考古了，真的是越来越期待后面的剧情了。长相思继续扎更不要停呀，看过长相思才知道什么叫 S 家的牌面，特效大制作，主演是原声台词还是同期声，全剧里有几百首配乐，10首顶级歌手 OST， 主演们还有各自的角色主题曲，这满满的都是金钱的味道呀。不仅如此，为了最大程度上的还原小说中的清水镇，剧组竟然凭空现搭了一座小镇，光是图纸设计就花了6个月的时间，从2021年8月开始动工搭建，一直到2022年的3月才完工。50多栋建筑，占地20000平方米。然后我们大概一共有50多栋建筑，大概是6000平米，园林规划大概14000平米。他们真到什么地步？就连房子上的花草，那都是自己亲手种下去的。头年撒上花籽，来年开出好多花。更可怕的是，他们搭建的小镇和原著里描写的小镇超级相似。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抠书式布景吗？这样的小镇怎么可能会不诗情画意呢？当然了，剧组的用心不仅体现在场景搭建上，还有服饰。剧组根据地域的不同，对角色的服装进行了划分。就像西岩位于北方，他的服饰呢就会很粗犷；浩岭地域南方，他的服饰呢比较轻盈一样。怪不得看《长相思》感觉特别有自然生活的气息，原来这都是整个剧组的用心呀。杨紫曾在采访中说过，为了拍《长相思》，导演提前1年就去横店待着了。在这期间呢，他什么工作都不接，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打磨这部剧上。不仅是他，拍摄过程中，制片和编剧也从未离开过横店。
原著作者桐华作为亲妈编剧，在小说影视化过程中坚持的原则，让《长相思》在很大程度上都保留了原著名场面，所以即便好几条 CP 线大乱炖，人物形象也依旧饱满，不少情节甚至比原著中描写的还要精彩。剧组用心，演员们在拍摄过程中更加用心。杨紫在拿到角色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看原著，她仔细琢磨每个人物的特点。不仅如此，她还会听原著粉的建议，倾尽全力的去演好小妖。饰演相柳的小演员，光是妆造就花费了3个小时，而且她在剧中吃的肉是真的生肉，十七爬山摘草药也是真的被吊到山上拍的。有这样的剧组，这样的演员，长相思不报谁报啊？